这边，哎，我 handicap 深呼吸，我觉得还是好好当主持人就好，不要跳舞了。就喂，你睇笑我？我哋觉得你好担心啫。喂，阿莲啊，系，我今日咧真心紧张啊。系啊，你有冇见到我好 hip hop 咁啊？嗯，因为今日我哋要同台湾街舞嘅 OG 见面，仲听讲咧佢哋系好多大比赛嘅评判嚟噶。我哋有几多料咧？佢哋一睇就知啦，一睇就知无聊啦。睇下我连呢个落去都做唔啱，我都系拉下筋先。OK， 咁我翻香港先。你翻唔翻香港？系啊，拜拜。咁我都唔应该喺呢度啦。拜拜。聽到街舞呢兩個字，大家第一時間可能會聯想到 hip hop， 但係其實 hip hop 只係一種文化，除咗街舞之外，仲有 rap 啦、MC 啦、DJ、graffiti 等等，都係 hip hop 嘅重要元素之一。而喺街舞當中，仲分咗 old school 同埋 new school 噶。hip hop 係其他類型街舞嘅統稱啫。而今日我哋介紹嘅 The Rumor， 佢就係 hip hop 界嘅 OG 啊！有嗰種嗰陣味，就係街舞嘅味道，好正啊！聽到呢啲音樂就想跟住摁，有 feel 啊，好自然咁樣。佢哋全部仲要係即係 OG 嗰啲嚟嘅，即係第一代嗰啲老前輩啊，好有經驗咯。就係會咁樣咯，即係佢哋係好 grounding 嘅，佢哋仲會識同鏡頭玩。今次嚟拍呢個節目好嘅地方就係拍嘅人全部都係跳舞，佢哋知道有啲角度嚟拍咧，即係就可以勁啲。小朋友廿歲嘅小朋友，你睇佢身體質素幾好，好為和感喎，而家入邊係
咁係好事定唔好事？好事好事，因為裡面好似長輩少少嗰啲都有前輩少少 ，sorry 前輩少少係前輩少少嘅都四張幾。小影老師真係好有型啊，大佬！佢仲要黑黑地咧，同埋我成日覺得男人咧去到某一個年紀咧，有佢嗰種老味獨特嘅魅力咯。北中南，然后包括我们同辈跟我们的前辈，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其实就这样。好，那我可以参加你们这个 party 吗？耶，我考虑一下。啊，可以吗？我 OK 的，我可以现在 OK 的。有没有老师这样一个？有没有？我再考虑一下。对了，那我跟你学习一下，好。好了，好了，事不宜迟，我们直接走。我1997-98年开始学跳舞，所以我学的时候，我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 hip hop。对，那现在的年轻人才20岁，所以他们学的时候一定是现在最流行的。现在我喜欢听 trap 音乐或是 drill 的音乐，我最喜欢的是 old school， 可是我会去练习新的东西。不要说哦，你跳你这个不好，你跳你这个不好，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推广这个 hip hop 文化。打 Rumors 是一个老的、中的、新的这样。比如说我跟我的团员最小，就大概差25岁吧。也许我会是你的前辈，但其实跳舞是没有一个局限的，我们是没有距离的。当你一跳舞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玩在一起。好，我们就来开始。1, 2, 3, 4，你在这个位置选，对。阿林选 ，OK， 来这个动作比较麻烦一点，来帮我有点内八，往右边倒的同时，把右边肩膀往上，一二，上绿豆，上绿豆，上绿豆，然后往后 ，5, 6, 7, 8, 1，可以吧？喂，你睇小我？我哋覺得你好擔心啫。我反而冇將呢個擔心放喺前面，同埋今日就算老師教咧，佢唔係好多啊。即係如果你話我一個鐘裡面要學可能 let's say 半分鐘咁樣，就可能會好多，因為頭先其實係得4-8嘅啫嘛。咁如果我作為一個前專業舞蹈員，連呢4-8都學唔好嘅話，我就真係係咁先啦咁樣咯。然後有一點點左腳往右邊跳。对，这样子，对。OK， 所以我们会到这个位置，然后跳一下，然后我们的手，我们先讲手是后、前、后。OK， 来先帮我握拳头，然后食指、大拇指、大拇指、大拇指，对，然后食指握住你的大拇指，好细节。对，你这样子会比较好做。哦，真的吗？你这样子会比较好做。真的吗？对，因为你感觉好像。对，你的手指，你跟着你的手指走，所以我们手现在是在前面，然后后面，前面，后面，可以吗？所以这边，后面，前面，后面，丢，踩踩踩，感觉像骂脏话。这个可以讲，对，OK。可以啊。一开
頭係真係好緊張，因為以前細細個 training 嘅時候咧，都會有芭蕾舞啊或者呢啲 hip hop 嘅 foundation， 通常我走堂都係走呢啲咯。練基本功嘅過程其實真係好痛苦，即係唔知點解一聽到嗰啲 old school hip hop 咧，我就即刻回想起以前喺個 dance studio 咧嗰種一個動作咧練你一粒鐘咧，係真係可以實現企喺度都瞓著嗰種感覺咯。咁但係今日咧嚟到啦。都有啲緊張嘅，因為畢竟你有幾多料子，其實老師會睇得出咯。但係我覺得今次翻入嚟呢一種舞嘅感覺咧，係開心，因為即係成個感覺咧，我覺得係好 lovering 啊！即係佢哋都冇好要求你真係要做到 perfect， 或者有陣時係你以前有一種觀念咧，係覺得哎呀，佢哋想，因為可能當時你 training 啊嘛，老師就會好要求，咁就可能咧，你會好 focus 喺個身體，哎呀，我做得唔夠好，我唔夠 groove， 我死得啦。咁但係今次係多咗嗰種開心，真係 enjoy 嗰個音樂同身體嘅感覺咯。所以我反而係覺得上完之後，我係放鬆咗，即係佢哋係真係一班人開心 enjoy 就一齊跳咁樣。听说有一个活动要举办，然后这个听说就是谣言嘛 ，rumors 嘛，然后又觉得好像只有 rumors 好像不够，所以就加个这个谣言，所以 the rumors， 然后后来又觉得打好像比较 underground 一点，所以还叫打 rumors， 其实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是彼此不同的团体，怀疑团之间是一起去比赛，然后可能就会有一种比较敌对的。感觉不太会去对谈嘛，可是你到了一个 party 的时候，会有一种放松的心情，所以就会比较去了解对方。常常会星期三会去一些 club 玩 ladies night， 对，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既然我们都已经聚在一起了，那我们要不要也把这个很团结的感觉，就是带到街舞圈，这样让大家一起来去感受一下我们如何去喜欢 party 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在打 rumors 的前期。我们是叫 Wednesday， 再来一次好了。好，慢一点，双手帮我放到我们两脚中间，然后往下用力的往下劈，然后右脚抬起来，这样子就好。对，很好。哎呦，不用这么高。多来几次，多来几次，要多来几次。只是我想试看看，如果我们都没跳，什么意思？不要，你先。那没有关系，那我在后面，你们在前面。好。只要我一个就好。可是我一次都还没跳到好了。好，那我们再。女生的情歌。OK 啊，我觉得我刚才跳这个好像在很漂亮。来踏青。踏青其实是什么？踏青就是去那个沙滩这样子，去那个草原那个踏青，对不对？草地上这样，我觉得还是好好当主持人就好，不要跳舞了，就没有开玩笑了啦。我觉得 OK 啊，很棒啊，因为短时间内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因为从不同的舞蹈，然后突然要转成 hip hop， 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主持人 Alina 她跳现代嘛，我有去练过现代，哇，那个转圈我也是真的完全没办法。我今次都真系第一次遇到台湾街舞嘅 OG 啦。我覺得他哋冇嗰個架子喺度咯，你會 feel 到你同佢溝通、佢教你嘅時候，佢係好平輩地對待大家，即係好公平啊，係大家互相欣賞，而唔係即係純粹就係我係老師，你係學生，你學啊咁樣咯。好開心遇到佢哋，同埋其實我好中意 hip hop 嘅，即係我唔識啫。這邊，唉，我 handicap 啊。深呼吸。六、四、五、六，右、左、右，每一只脚你只能踏一次。因為呢個動作喺我人生未出現過啊嘛，咁我其實唔會知道係邊度唔啱咯，我就知道唔啱咯，因為見到佢哋大家向下嘅時候，我突然間彈咗上嚟咁樣。對，要踩實哦。No， 你会一直重复一件这个事情，马上就换左脚。对对对对。咁好彩。
彩就係佢真係可以好 detail 話俾你聽嗰只腳係點樣啦。咁當我睇到一個好仔細嘅動作嘅時候，我就會學到咯。1 2 3 4 5 6 7 8 1 2 1 2，對，可以吧？不是，可以。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好哎。反正会剪嘛。不是会，对。直接用这个。对啊。怎么样加入这个 party 吗？还是说加入这个 family？ 就缴了10000块会费了。是这样子哦。没有啊，开玩笑。我觉得我们先从活动开始彼此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事情。咁其实我自己咧，冇刻意话特别中意边一种舞种嘅，我总之就系好热爱喐我身体同音乐连埋一齐嘅感觉，所以我都好 OK 咧。譬如现代啊，定hiphop 我都會接觸，跟住導致啲人就會覺得，哎呀，佢都唔夠專，佢都冇一個專長，跟住又或者哎呀，通常跳舞佢跳 K-pop 嘅，即係有一啲啦，就會覺得 K-pop 唔係舞蹈，跟住佢就覺得佢而家跳 K-pop 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自己係覺得冇乜嘢嘅，咁但係我有時聽到我就覺得死啦，我係咪應該要有一個專長先得？但係而家咁樣聽落去咧，我係覺得真係人生開心就 OK， 做咩要介意啲人去點樣 judge 你跳咩舞種？點解我一定要控制我係跳 K-pop， 我係跳 hip-hop， 我跳咩？點解唔可以真係熱愛跳舞同熱愛生命？尤其是阿小英老師咧，即係佢本身好有型啦，我真係想講粗口，好嘟有型咁樣。啱啱有啲感動，你知唔知？即係嗰種都40几岁啦，唔係，即係40几岁都後生。你咁大個啦 ，I doesn't care， 我都係熱愛舞蹈同生命，跟住跳，好正。係呢個係我人生嘅目標咯，都係。挑戰成功，恭喜你們！那我們一起帶你們去，我覺得啦，我覺得是全台北最好吃的夜市，真的。夜店吧。耶，好，好，好，夜店也可以啦，夜市玩去夜店。好，好 ，OK，Let's go。团里面有老中青三代，原本是我这一代，我啊玉璇，我们这一代，还有刚一，然后我们一开始召集是找比我们更老，像黑爸、阿张、Mark、小颖。然后这一次玉璇再把他召集回来说，哎，我们要不要找一些新血？所以我们再找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像这些新血，我们也是要慢慢的再跟他们磨合啦。所以你说我们核心是什么？其实没有，我们就是一群喜欢跳的人，然后聚在一起这样子。哎，我们到临江夜市。咦？好。你们想吃什么？你推荐吗？我推荐啊，好看这边哪一个最多的，我们就吃哪一个。好。Let's go。好的，好的。Oh yeah。钱呢？我们店是台付的，那点多点一点。好，最近没有啦。烧麻薯我食过，啊，食个类似，所以我唔系好明咩系烧麻薯。诶，烧麻薯为什么他们不是烧的？热的。哦，热的哦。烧是台语是不是？对，是。哦，热的。这个拿吗？关节、脚掌跟腿的。原来你喜欢这一种黑的。When you go black, never go back。还有吗？不然。鸡屁股不太会。鸡屁股也有点塌口。这些都是卤味，对，卤过然后炸它。我吃。噔噔噔噔噔噔，已经在吃了。对。好，我吃一个，我吃一个，还在吃。对，还真很好吃，因为它的鸡血糕外面都有一层。感觉脆脆的感觉，它不只是软的，我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米血糕。那个蛋黄味咧，唔会好重抢咗个芋头味，所以其实我初初有啲惊咧会有啲漏，因为芋头加蛋黄，但系佢又几好食喎，同埋咧佢好，就算 even 我哋过咗一段时间咧，个皮咧都好脆。哦，其实你讲话很快。有吗？是，他们讲话都是这个速度，你们讲话都很快。真的？那我想慢一点。这个香港人的节奏一样啦，加呢个芋头啦，好食。
你讲慢我也听不懂，就还是听不懂，那就是好食，好食。今日嚟到雙連站嘅一號出口咧，就係要帶大家咧去一個台灣而家政府咧非常之 support 學生們去跳舞嘅一個地方，係唔使錢，佢哋成日都去嗰度練習。係啊，咁但係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要早啲去霸位啊！如果唔係咧，就會冇位跳嘅。嗯，咁我哋都要去。睇下。哇哇哇！超大嘅鏡啊！一行嘅橫行咁樣嘅，咁咧通常咧就要自己提早嚟霸位啦，因為係啦，都係先到先得咁樣。咁今日平日就好啲咯，如果禮拜六日嘅話，就會好多人都相信。兩個站係啦，我頭先講嘅兩個站，你哋都可以選擇啦。到底由雙連站行先啦，定係喺中山站度行過嚟咁樣咯？咁我哋就係嚟到呢、這個。平時啲學生都會即係過嚟練舞啊嘅地方，同埋好好啊！佢哋咧其實呢度地下，佢就係間咗條街，話俾啲老人聽，呢度係攞嚟跳舞嘅，呢度係攞嚟行路嘅，大家就互不係啦，干擾啦，唔好干擾大家。咁咧幾時可以落嚟跳舞呢？就係捷運站開啦。咁幾時要完結呢？就係捷運站閂門嘅時候咧，你就要離開呢個 area 啦。除了呢樣嘢要注意之外咧，記得咧你哋嘅音樂唔可以太大聲啦。咁但係要幾大聲咧，你哋要有默契咯，同隔離咁啊，聽到自己互相就下，唔好影響其他人得。係啦，就係咁。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揿埋个铃铃，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